小兔，春节在家天天吃，你不怕长胖吗？不怕，我跑步、划船、爬山，怎么会胖呢？哦，可是今年情况特殊，不能外出吧？谁说一定要出门啦？我有秘密武器，当当当当，健身环。Later. 今天运动量达标了，现在可以吃了吗？女王大人，您随便吃。哎，我的运动分在云旅行计划中，已经从深圳跑到北京了哦。